早安，现在是波兰早上8:30，给你们看一下外面。我很怕我手机等下掉下去。Hello， 冠元早安，我现在这边是早上。他们其实基本上在外面的人都不会戴口罩了，完全没有在戴口罩，只有到了室内才会戴口罩。哦，有人，你被我拍到了。天气很好，现在就这样的温度，我觉得应该是台湾的19-20度吧。其实我觉得有点偏凉哎，但是因为它干燥，很舒服。他们这边可能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其实已经打过疫苗了，所以，等一下，我要怎么转镜头？